许志安爆出婚外恋后，郑秀文选择原谅并且不再多说，让事件很快落幕。而这大半年表现得异常坚强的 Sammy， 在2019年的尾声突然有感而发，连续在个人社交网站吐露心声，表示适度独处很重要，特别是想事情的时候思想只能一人独享，因此希望为塞满的思路去无存精，为脑里大扫除，思路要白改新一年的工作规划了，休息工作再工作，正能量爆棚，非凡娱乐时。